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又要玩《生物幻想》了。为什么要玩呢？是因为7月26号《生物幻想》出了一个资料片，叫《君子星》，好，是免费的。哇哦，这样会很那个。好，是这样。好，来吧。喂，银川游民，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，但先说好，可不能说出去啊。叔叔姑娘，莫非是遇上了什么难事？怎么不与飞星和蓝妹妹商量？不行不行，这事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是这样，现在帝君收我为义女，我总觉得该帮忙做点事，比如抓内贼。据我观察，有一个最可疑的人，刚好我在黑市买到一样宝贝，可他人记忆。总之，只要你们协助我，一定就能找到谭静是内贼的证据。叔叔姑娘，你怎么会怀疑谭静？此事万万不可，谭静知道会生气的，而且谭静是好人。哎，最厉害的坏人是不会写在脸上的，越是看起来没问题的人越可疑。你们想想他的官位，一手遮天，体费最为容易。叔叔姑娘，莫说我和游眠认为谭静绝不可能是内贼，谭静毕竟是陶唐宰府，如此设计他未免太过不敬，更何况他还是九州闻名的大剑师，呼噜近身他岂会不察。这部分确实是得安排的自然一些。其实你们就这么想，黑脸谭静每天忙得不见人影，若他真不是内贼，你们就把这次当作是他在百忙之中好好休息的机会，对他也是有益无害啊。待谭静醒来，一切早已结束，他若真要怪罪，我一人承担便是。叔叔姑娘，你们就别担心了，接下来交给我就成，三天后门院见。看来是无法装作不知道了，还是跟去比较妥当。怎么还没来呢？叔叔姑娘，我看此事不如……啊，来了来了！哎，兰香姐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难得你差人入宫，要谭静大哥过来梅院走走。我若不拉着兄长过来，恐怕他又要埋首国事到大半夜了。没想到银川大哥和游眠大哥也在。我和游眠刚好路过，进来和叔叔姑娘打声招呼。飞行女云青不在啊？呆子说想找个地方练剑，神医恰巧也想去城郊转转，学些草药，两人一早就结伴去了。谭静，兰香姐姐，你们坐吧，别站着说话。我等下差人备些酒菜，咱们好好聊聊。王叔姑娘，不知今日特地相邀是为何事？其实也没什么，你送我们这么大宅子，找你来坐坐也是应该的。对了，刚才幽眠说有事要跟你商量。
游民，你怎么了？谭静，你最近是不是常常又忙得忘了睡觉？我经过你房间的时候，里面总是亮的。我游民，你成了。我说妹妹，游民大哥，你们这是？姐姐勿慌，我等会儿再和你解释。这只狐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望舒妹妹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怎么没反应？到底是哪里？居然敢偷喝我的酒，看我怎么整治你们！这是长河宫，蓝夏姐姐，你们怎么也……这里似乎是某种结界之中。哇，可以用银装跟幽冥，现在银装幽冥，你只要队伍可以使用一开启就选单。OK， 这边应该都一样。当银装幽冥同时射击，数量就有两个速度各加30。幽冥技能中有专属的射击效果，每一层射击可以增加10%的元灵伤害。操控望舒在跳过程中，双脚腾空时，键盘 space 可施展瞬移 Z。攻击露脸，不 ，OK 哈。好，就找到出口嘛。啊，那个湖不就是我们存档点吗？哇，帅哦！装备应该是最强的吧？那男生就啊。那掩护技能是什么？OK， 好，我这样，我们先让他出场看一下。还好有最强装备可以装备。八方交手无痕，这个跟我之前用的不太。这个好了。我们装备新装备。哇，好特别。地游戏只用地游戏的，我觉得有点可惜啊。他们没有 ，OK。他们没有 ，OK。是有飞星的，代表说还是可以玩到飞星跟云青。哇，好飘！但我发现那个穿这个那个头饰会变哈，头饰会变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集先把它剪成一集，好，语音的部分。我的灵力有渐弱之象，汪叔妹妹，此处不宜逗留。总之，小心前行。哇，望叔这个腿真是，哇，好正哦！哇，有没有真正的？哎啊，看不到啊！然后大家发现他的语音好像就变怪怪的，然后望叔的讲话，他的讲话的那个嘴巴好像变得更贴近他的那个语音的部分了。
到时候曾国荒想在第二季的部分还有些缺点都把它做好了。好，来了，替代者终于来了。哇，然后我现在哪有钱买啊。好，我们这期先到这边结束啊。喜欢我们这样的频道，喜欢的图片啊，请订阅，欢迎到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把铃铛给打开，这样子有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咯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啊，拜拜。